嗨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今天的这场队伍任务，可以参考一下。这场非常有遗憾的地方啊，各位看完影片的时候，我再跟大家做分享好了，有点心得，好吧？那待会我们进入重头戏了，睁大眼睛看清楚了。从这边第一回合开始，先用一个全体技，接下来用单体，再拼 A。啊，记得啊。然后第二回合的时候，待会你们看一下怎么打，可以参考看一看，好不好？从最后一只开始打，最后一只这边先把它解决掉就对了。然后前面两只，那记得一样要把握时间。如果你们看昨天的影片，如果还没看的朋友，记得要看哦。这边我们先要停一下 ，OK， 上就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小怪他还在怎样，他在吸敌，那你还有点时间可以等一下 buff。这边几乎基本上不多说啊，就是自动了，好吧？结果如何，完全就是看运气了。当然，武器也是很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如果说你们的武器如果基本上还没有到加五，还没有到满为止，千万不要放辅助型角色，还真这一类型的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参考其他的大神，好吧？你们可以参考其他大神，但是参考不见得一定要全部套用，因为这跟自己的输出也是会有影响的，会影响到你的时间。那影响到你时间，就影响到你的分数 ，OK 吧？这边可惜刚打一个历史。如果我的王女啊，这边大招如果来得及放的话，会怎样？你知道吗？很可惜时间到了，王女大招没出来。如果放到的话，嘿嘿，第一名有可能。应该不是说有可能，应该就摘下来了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收看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感谢你们啊！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点个喜欢，好不好？感恩呢、啊！哇，现在是连续的几天了、啊，熬夜啊！现在是凌晨五点了，各位，我的影片才正要开始做，因为等一下我要放字幕，先录个音一下。做影片很辛苦啊。那也可以不做啊，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打到自己理想的名次，好不好？今天话说，我们来聊聊好了。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有用我的，我写信给那个官方啊，可能大家也有，可能也有向官方投诉吧。因为最近的外挂真的是太夸张了。那外挂真的太夸张了，那个241万的有好几位，240几万的好几位啊，那个直接抓掉了吧？因为日版基本上，日版我看日版的拿五支彩武的，彩色武器的，也没有，顶多打到180几万，算高了吧？打同一只 boss 怎么会差那么多？对，所以我就截了图，然后以就是一个。玩家跟官方说一下，那今天昨天、应该算昨天了，昨天倒是抓了蛮多的人的，应该外挂都抓掉了，觉得还是要抓掉吧，因为觉得这样太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打得那么辛苦，却只有这样的名次，你们满意吗？希望你们看完之后会有进步，好吧？那如果说有的人玩家也是想要，可能就是我在2000名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就 OK 了，那也没关系，因为玩游戏最基本上就是一个体验，开心就好，好吧？要玩就玩最强，我本身也是一个无氪玩家，那完全就是，如果有机会来到我群组的话，大家可以聊聊，好吧？群组的资讯我放在。资讯栏，如果想进来的话，你们可以面试看看。目前有270多人了，270多个人了，好吧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。最近大家都在玩这款游戏啊，算是
还蛮不浓的游戏啦，也可以当休闲玩。好啦，那就话都说到这边啦，各位我要赶快来上字幕了，那赶快给你们看到，那你们可以参考看看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